人对性工作者不是很大的了解。每个人都注重他是一个性工作者，没有人去想过，哎，这个人也是一个妈妈，也是一个姐姐，也是一个朋友。叫思慧，通常人家是叫我 Vanessa 啦，我今年30岁，我是 Project X 的 Project Director， 在 Project X 有6年了。当初我刚刚毕业，刚刚读完我的硕士，然后回到来新加坡再找工作，那我就知道我是要做慈善工的，我没有想要做赚钱的工啊，就是我要做帮助人家的工。那我就开始在情谊之家做义工，在那边做了3个月了之后呢，就遇到了我当时的老板。那我当时的老板就在找一个代替人 ，replacement， 他已经做 Project X 做了大概3年多了，他也是想要退休，所以他找到我的时候，他就叫我帮他打工，那就从那边开始了。Project X 是一个为性工作者提供援助的民间组织。负责人何思慧从小就读顶尖学校，他拥有英国伦敦大学的硕士学位，是许多人眼中的精英人士。我从小呢，我就对社会上的问题就很有兴趣，比如说要保护我们的环境啊，还有看到人家欺负别人的时候，我也是自己会觉得很打抱不平。每个星期呢都有几天我得去不同的红灯区派发免费的保险套，还有免费的润滑油，然后我们也会跟性工作者谈，问一下他们工作好不好，有没有遇到不好的客人啊，有没有被打啦，如果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呢，我们就会尽量帮忙他们。你真的需要很多耐心，你要跟他们慢慢解释，他们都很怕，对吗？他们怕你是警察，他们怕你是记者，他们怕你是来骚扰他们的人。那我们就跟他们做朋友嘛，做完朋友，他们就觉得，哎，他真的是没有恶意的。思慧夜里到街上寻找性工作者时，一般都有义工随行给予协助。思慧觉得没有一个人应该受到欺凌，性工作者也一样。我们是来帮助他们，但是我们不是来帮助他们不被抓，不是，我们是来帮助他们，如果他们被打还是被欺负，如果受伤很严重的话，我们都会劝他们去医院去做一个 medical report， 这些report 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警局去报案。很多性工作者都很怕去了警局，警方就会问他们很多问题，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个男人呢？他们就怕自己说出来他们是性工作者，然后就被捕啊。所以如果我们陪他们去的话，我们会跟他们说啊，你就要主要就讲谁欺负你，谁打了你，让警方来研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新加坡人看到性工作者就第一个就是哎呀，这些女人不好的女人就是应该被抓的，我们不需要这种肮脏的人，就很歧视的。Project X 办公室现在已经成了性工作者求助、沟通、歇脚、聊天的地方。思慧还为他们和其他义工主办瑜伽课程等活动。很多人觉得我们不是一个很正经的一个慈善机构，他们觉得，哎呦，为什么你要帮助这种人？有比较好的人你们可以去帮，为什么你不要去帮他们？他们所受到的困难是他们自己的错，所以我们就是要慢慢就说服他们说，他们也是人，在身体里面流的也是血。因为从事协助性工作者的工作，思慧不但受到旁人的非议，更面临父母的反对。他们是不同意的，他们不赞同的，他们觉得你读了那么多书，为什么要做这种工作？为什么你不要去外面赚大钱，对吗？跟你一样年龄的人都赚了那么多的钱，为什么你不要跟他们一样呢？所以我是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讲这种话了，但是我还是要坚持下去。当我真的遇到很大的困难的话，我就会打给 Project X 的创办人。他做社工大概有20年了，所以他有很多经历。所以真的，我如果遇到很大的困难，我马上就打电话给他，姚玲帮忙。玉玲曾在香港的福利团体紫藤工作，那是一个关注性工作者权益的组织。玉玲从香港回来新加坡后，决定成立类似的组织。那时候我就想什么名字呢？Project X， 因为我很喜欢 X-Men 那出戏。X-Men 的那出戏是代表那些人不是很 ordinary 的，因为每个人都注重他是一个性工作者，没有人想过，这个人也是一个妈妈，也是一个姐姐，也是一个朋友。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被尊重的生活，被爱的生活，开心的生活，还有没有歧视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性工作者这方面都好像没有达到这些东西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开始这些的工作，让大家知道性工作者也是一个人。玉玲在5年前把 Project X 的棒子交给了思慧。我觉得我说我很需要钱的，我那时候真的没有钱了，没有真正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了，是有收入了，不过不是很好啦，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年纪也不小，应该是要有一点储蓄了，所以我应该去找一份 regular 的工作。然后就可以把这个交给 Vanessa。
back of your house. That's a lot. Usually got two and. 思慧接棒后，最初的工作特别艰难。挑战呢很多，每一个星期都得跑四五个地方，而且都是晚上9点10点开始打工。我们的公司很小，又没有车，所以我们都得背着一个大背包啦，很重的，就搭着 MRT 搭着巴士去不同的红灯区来拍这些东西。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是一样，但是他们都是为了钱，为了赚钱来养家，来养自己，来照顾他们的家人还是小孩子，而做这种工作的。他们可能没有读大学，也没有读中学，有一些连小学都没有读。露西也是不得已才进入这一行的。It's not that I never opted to conduct a normal work opportunity for my own self, but basically because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as a single mother myself, my kids, they were still very small. I don't even have a support. With a toddler, you know, and responsibility to as a mother myself, I have to look after my own as a mother, as a female, as a daughter, as a sister. As... You see, during my past, before Vans came to talk about, hey, sex workers, you all have rights, huh? So what rights we were asking her? So. This is where we started to understand, oh, we have rights. No one before Vance had came out to even assist us. 思慧邀请露西参与义工活动，露西的人生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变。她在几个星期后将启程到瑞士，出席探讨国际人权问题的论坛活动。For the past 10 years, I've been penalized of being criticized of doing this work, but I'm being funded to go to Switzerland to conduct policy debates with international recognized people. So I will never have the means to travel personally, individually to Switzerland to take my children for holiday there. This is the things that people will say miracle do happen, but it takes a very very long time, a very long obstacle, hurdles, struggles or what that you need to face. They see already too complex, they will move on. There was that knowledge last time we also had like that.为了向性工作者伸出援手，思慧无所不用其极。他也利用社交平台约性工作者出来，了解他们的处境。也是有大众的人跟我们说，为什么你不帮他们转行？但是我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经历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呢，可能没有机会读书，还没有机会读大学，也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不同世界不同的东西。我们都不了解 ，You cannot walk in other people's shoes, right? 为什么要讲这种话呢？但是如果有性工作者来 Project X 来说，哎，我很累了，我不要做这份工作了，我们会帮他们，啊。我们就会讲 ，OK， 你的 CV 要怎么样写？你的读书读了什么？你做错什么工？啊，当你去应试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穿着？要怎么样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就会这样子帮他们。每一年都有想过要放弃，啊，因为有一些时候真的是遇到失败又失败。有一次我们也是完完全全没有钱，对吗？没有人要捐给我们。但是我就想，如果我们放弃的话，
就真的在新加坡没有了，没有人会做这一份工作。而玉玲也会提醒思慧不要跌入救世主的心态。 We are not saviors， 我们去做这个工作的目的不是要救他们。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个 savior mentality 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比较高等咯，我要救你吗？我比较高等啊。如果我要救你，我比你高等的话，就说你的工作不是很高等咯。现在的思慧已经比较懂得调适自己的心情。我就是喜欢画画了，那就觉得哎，画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解脱一些这些压力，让我的脑静下来一下啊，就慢慢画不同的东西啦，花啦、草啦、叶子啦啊，不然就是写字啦，不然就是画乱七八糟的东西啦啊，那就给我一个机会来翻墙一下了。让我最有深刻的印象的一个场景呢，就是某一个街啦。我每次去到这个地方，我就会去这个石头所做的一个墙壁，矮矮的墙壁，啊，那我就会坐下来，把我全部的包包放在地上，那我就等性工作者，如果他们有空的话，他们就会坐在我旁边，跟他们一起谈。要帮助性工作者，也需要一定的法律资源。What new cases do you have for me？ 思慧也从一些志同道合的义工，例如慧玲，得到帮助。慧玲是一名律师，为性工作者提供无偿法律咨询服务。如有需要，我就会代表他们，可能写信或无需要上庭，我就代表他们。开始的时候 Vanessa 跟我讲，可能每个星期或每两个星期来一次，那时候法律咨询就是在亚龙那里走路了，看有什么人有什么种问题了。 Vanessa 会说他是律师，问他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而且他们就开始问我很多问题，有一些是根本跟法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会尽力回答啦。当他们比较相信你的时候，就是当他们有问题，他们才会向你问，而且那时候呢，你才可以真正的做一些工作啦。他们可能做工的时候，他们的顾客或者别人会来骚扰他们，那他们有时不知道怎么做，有时是更加严重，有时可能他们的顾客有打他们或对他们就是做不利益的东西了。所以这时候我就会，他们有时打电话给我，问我他们应该怎么做。思慧也积极地让性工作者参与义工工作，丽丽就是其中一位。她在 Project X 帮忙做些资料写作的工作。I entered it with zero survival skill. I entered the industry with feeling unsure whether it's right or wrong, but I know at that point of time it's wrong. But now I realize that despite being wrong.If anything happened to me, if I'm being robbed, being raped, or being molested, anything, I still can look for someone to talk about it. I shouldn't keep it to myself because me and my friends, we've been keeping it to ourselves for years. Not until Vanessa and Project X highlight to us how important it is to tell her what's really going on the ground. In this process, 思慧也号召了更多人加入义工行列。其中包括大学研究助理。那时候是看到 interview 在 Straits Time， 然后知道有 Project X， 然后想要认识多一点这个 industry。就是因为 stereotype 或者主流社会给你的印象，就是这个 industry 是算 negative 负面的，然后想要自己去看，然后去认识 instead of。人家跟你说是怎样，所以他们也是正常人哦。
因为带有颜色的眼光，所以他们很不同。But in fact， 大家就是一样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被尊重的生活，被爱的生活，开心的生活，还有没有歧视的生活。如果我不来代表他们，那没有人帮助他们呢，他们怎么办呢？我最大的体悟呢，就是大家都有不同的问题，大家都有不同的悲哀。如果我们能够互相帮忙，互相鼓励，我觉得那是最好的。下载 Toggle App 免费观赏更多精彩节目。